莺歌区客属乡亲会及新北市议员苏友仁服务处将在3月11号举办庆祝伯公的生日活动，下午2点起陆续有绕境祈福、布袋戏的演出及客家美食大赏，而晚间则有万人共同点平安灯及摸彩和节目表演。为了让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，主办单位邀请了区公所、警分局、消防队以及社团代表举办了这场协调会。社团来这里要如何帮忙啊？发放啊客家美食哦，有汤圆啊，有麻糍哦，有米苔吧啊，主要来帮忙这些，争取了经费啊，让我们扩大哈、啊，把这个伯公生哦、啊、做得哈、啊、更大，所以我这次哈、啊、要很多人来帮忙把任务完成。活动地点将会在莺歌的凤山路及龙山路口的广场。参与协调会的各单位也前往会刊，他们热情地邀请乡亲届时前往参与这个莺歌区的嘉年华会。中嘉新闻莺歌场报道。